腿后蛋烧的做法。鸡蛋三个，火腿适量，葱花适量，盐适量。一、火腿、葱切丁。二、鸡蛋打散加盐等调味料，加入葱花、火腿丁拌匀。三、平底锅烧热加少量油，导入鸡蛋液。四、煎至表面不流动，直接一面卷起来。五、切断可以吃喽。六、美好时光从早餐开始，励志美食的作品使用的厨具不粘锅。